今天呢下午过来呢，就是给大家做几个心理测验，测一测大家的这个心理压力和心理状态。每人拿两张纸吧，我们画一个自画像，但是不需要画你自己的肖像画，你用一个动物啊、植物啊、物体啊、符号什么都可以，你觉得就能代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所以画什么都可以。你是啥？不一定那么具象，都可以。这时候就感受到什么就画什么就好了。我可以感受到什么？没错没错。闭着眼睛感受一下。心里好乱啊，我都看出来了。压力很大呀、哎呦我的天，这孩子不行就休息休息吧。那不是海豚吗？海豚海豚。我画个啥呢我都想不出来。眼睛漩涡。你的内心就是如此波澜。 我刚才闭眼感受到的就是这个画面，我画出来给你看。你觉得是星云呢、还是漩涡啊？我觉得是太阳。你可能更加自我中心，更有力量，希望找到一个更大的平台空间去展现，然后也相信自己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，能够做更好的事情。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你的力量特别足，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这种力量也可能会被别人感受到。自大，别人感受到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。你感受到我的自大了吗？墨镜一戴谁都不爱。我这个呢，其实蓝色本来就是很冷静的一个颜色。蓝色是忧郁，蓝色忧郁的颜色。这个倒不是，它没有那么忧郁。但是我那你说左右怎么分呢？我第一只画的是这儿，所以这只应该是在这儿的位置，对吗？不，没有。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哎，我帮你分析啊，你之前是漂无目的的一只鱼，现在你有了大房子，还有水都陪伴着你，就说明你已经住上了很好的、很大的房子。不是的，我过去是一条自由自在在空间里的鱼，现在被框起来了。已经帮你已经圆得这么好了，根本没有。哎，我好奇你这个框，你是画了一屏幕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还就想给它框起来？就是缸啊。就一个缸里面啊，你要把自己画在缸里面，它在里面蜷缩着，这个是个压力，是一个约束，主要是、就是要受很多东西的局限。我觉得就是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，应该除了规划外面的世界，也应该规划一下内在的世界。就专门留下时间和空间给自己。明白了。所以多跟我待一待，就给你的鱼缸给你敲碎了。